在地消息，咱来关心，即予联合国列作世界级地景的偏鹅全部严挑，佮传出红破坏啊！最近有民众发现讲，踮咧即西苏的全部严挑，予人刻意破坏。偏鹅县政府即嘛是真无奈，伊是表示讲，因为这是私人的土地，政府要介入来管理实在有困难。不过，若是发现是想破坏，会当罚则20万到100万。几摆全部严挑，予人看到大自然的神奇。但是行较近来看，才会予联合国列做世界级地景的石条，顶端竟然刻了真大英文字 CHEN， 甲两个中文字确定。当地民众发现是游客所做的，赶紧通报澎湖县政府。目前并不是公告为保留区，玄武岩本身还是属于自然纪念物的范围内。处罚的部分，它就是违反文字法，我们会可以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金。偏有有四个很不严地形，被公告做自然保留区，但是被刻意的地点无伫个范围之内，而且属于私人的土地，政府管理上有困难，因此四年前慢慢被喷红漆。即马县政府要动法，如果抓到刻意的人，特别罚20万到100万不等。不过学者认为，伫个偏有很不严被指定做地质公园进前，政府也是要加开一挂心力，想办法维持很不严的完整性。我们在推动它变成我们所谓的世界地质公园这样的过程里面，我希望这些地方是被很好妥善的保护，所以我们除了在法规的这个层面必须要继续加油之外，那另外就是教育宣导的部分。平湖县政府表示，将会甲地主参详采白啊警告游客，或者是建议，如果会使将游客隔开，避免直接碰到很危险，将会是同好的保护。记者王家川、民族群综合报道。